都往前看哦。两位小演员刚好在这边，然后小辛巴、小娜娜跟他们一起拍，对。小妹做三波。台上那一个吗？对，小心他跟小娜娜。哇塞！不好意思，我们让建宏可以补一张，然后我们等下访问好不好？不好意思，让我们擦一下，等移动一下，我要加两个。好，我会帮我拿下。啊，谢谢。啊，对对对，在中间吗？哦，我好。这次的表演，真的，我们很久没有看这样子的舞台。其实我们都没看过，对。但是听身边很多朋友看完这个《狮子王》之后，都是赞誉有加。嗯。所以我们这次有机会就听到有可以来，我们就说哦，我们要，我们要，所以想来看一下。争取来的。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有看过动画，那你有没有特别想里面哪一个故事情节感动？哇，太多了！当爸爸被推下去那一刻，我哭很久，而且我很爱看。小时候差不多看了每一次，每一次都哭，就是觉得就为了救自己的小孩，然后牺牲，对，我觉得那也很感动。你还记得这么深刻？其实我只记得他最后，他应该是被捧在那个，他是一个小狮子的时候被啊那个画面，那个画面。对，其他也是正经确定我们要来看以后，听大家讲的好多回忆，哦，原来他的爸爸有被推下去。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画面，我的回忆比较小时候啦，因为对啊，因为他可能没有什么印象在看过，可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我看很多次，对啊，还有就是那一幕就是爸爸要在抓的时候，被有一是不是一个就是被那个坏叔叔，对坏叔叔，然后踩。踩他手，然后他就真的掉到悬崖里面，然后就被一群那个牛羚这样冲走，这样。我好像开始有印象。对，这样有印象。有印象。对象对。像最近身体状况还好？身体我觉得还不错。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运气还蛮好，就是我没有太明显的后遗症。对，就是有时我刚康复的时候会有一些干咳，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状况。然后也不会那么累，对对，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但是我觉得维恩是天选之人的概念，他到现在怎么塞他都是阴性，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都还没有，对。但情绪会很紧张吗？就是还好还好，就是平常心，对平常心了，我觉得就是平常心，对啊。好好照顾身体，大家。所以你有在继续调养身体吗？有，还是有，我就一直在调养身体。做人做好自己，有还是还是有啊？对啊，还是就先顺其自然这样子。对对对。希望赶快出院，然后会有好消息。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2009年没有哎、欸，这个真人版的狮子王是第一次，但卡通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所以蛮期待的。所以你期待是怎么样的不一样的呈现方式？你想象中的？我想象中的用人直接演出的感受，会比看卡通来讲的话，应该更动人、更真实。对，所以而且我现在也在舞台剧的过程当中，所以我想看了应该会更有感觉吧。对。那讲到回忆杀就算了，因为前面刚好有跟慧琴合体。嘿。对，那就是会未来会有想要就是合体，就是看演唱会的计划。我很想啊，但是现在就看看这些以前的粉丝或者是新的认识我们的永未觉醒的朋友有没有想要我们两个人合体比较重要。对，因为有的时候这我们一就是满腔热血，但是可能要看看市场的需求。对啊，当然我们还是会努力的带散播欢乐给大家。我发现上次直播我本来一个人自己很尬聊，我发现慧琴进来之后蛮好笑的。哦，原本我要宣传舞台剧，结果从东变成歪楼走中这样子，所以，对我跟他是在私下有讲好，觉得好像，时不时就可以上线聊聊天，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近况，然后也让大家在熟悉原味觉醒。那希望有一天可以，也许可以再跟大家见面。明年就是我们两个人成军20年。所以就看看缘分喽，也看看大家愿不愿意再听《永未觉醒》在台上唱歌。嗯，现在唱歌这件事情，还会太紧张。其实想到的蛮紧张的，因为真的拿起麦克风唱歌，真的很久了，自己都想不到到底有多久了。那尤其又在唱《永未觉醒》的歌，我相信我自己都很怀念。对这些歌曲，那可能如果真的要开演唱会，或者是有新歌要发表的话，还是好好的练习一下好了。现在对自己的演技有把握，唱歌可能没有这么有自信。对，有点久没有出来了，对，然后最近开始就是忙着拍戏以外，我觉得可以来看《狮子王》，还是算是一个喘息的空间。嗯，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段？上次有看过，但今年就是被邀请来看，我还是想看。上次看的感受怎么样？上次看觉得很新奇啊，因为第一次看《狮子王》的音乐剧。那我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完完全全是一样，但我还是很期待两三个小时之内，还是会让我回到像小时候的感觉。印象当中很深刻是那个有真的狮子，好像从两侧走进来的那、這个，对，就很蛮，对 对, 對，比较喜欢磅礴一点的画面，这样。会推荐民众来看。会推荐什么？会推荐民众来看。当然是一定要的，这样都受邀请。狮子王本来就是合家观赏的。嗯。那看音乐剧会对你拍戏演出上有一些帮助？当然啦、啊，其实我一直还蛮想要参与，这一辈子希望有机会可以参与像这样的大型音乐剧。但我觉得那个是需要一定的训练啦。对，我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还蛮想要尝试。所以你要唱吗？可以啊，就可以的话，不排斥，体力要好。现在那个偶像剧准备的怎么样？现在不是偶像剧，就是大概都是影集类的。对，然后电影的话，应该也很快就会上这样。对，就是下半年应该会开始比较忙一些，我觉得大家都沉寂了一段时间。对，那本来研拍的戏也都开始慢慢的复拍了，
所以就下半年稍微拥挤一些，但我觉得很开心。嗯，那凤叶咖啡厅的部分，因为疫情有掉了大概五六成，这么多？对对对，但比去年好。对，去年今年状况就是一直维持在，你也赚不了什么很多，但就是维持让大家都不要失业这种状态就好。对对对，是蛮辛苦的，但真的是比去年好。还可以，可以可以 ，OK OK， 谢谢。你刚好辛苦了，不要我就不要了。他们要吧，看你要不要听。我其实第一次看狮子王，所以我其实蛮兴奋今天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运动，然后刚刚其实真的很想睡觉，但是我听到要看狮子王音乐剧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很兴奋，想要就是来到小巨蛋的时候就觉得哦很兴奋，对的。但因为你本身是歌手，然后那个音乐剧里面也很强调就是音乐部分，你有没有觉得最喜欢哪个桥段，或者你最想尝试？其实我最有印象就是啊，小贝呀，阿林爸爸。然后其实我之前就是很爱唱这个，然后来去吓朋友。所以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听到这一段。对，那也会期待自己有一天也登上音乐剧的这件事。会会会，因为我觉得音乐剧它是可以更生动的，所以我希望未来可以尝试看看。对。之前还没有看过狮子王，所以自己非常的期待，因为之前有看过可能像是百老汇就是歌剧魅影，然后所以自己因为也即将要演歌舞剧了，所以也蛮期待就是看到百老汇的这个剧作狮子王的这样。有是怎样的歌舞剧啊？透露就是春和剧团跟郎姐的歌舞剧，然后我们这次的音乐剧也是比较百老汇的规格，所以其实就是来学习的啦，今天来看就是朝圣跟学习这样。那表演会压力很大，因为毕竟这个不能 NG。哦，对，压力很大，而且这次郎姐又让我扛了男一号，所以压力更大。那我们又有很多的唱将，像俊逸啊、林俊逸，然后赖明伟等等的，我们都会一起演出，所以其实真的压力也会有点大。而且这次在北流那个票房的压力，对对对，也很多这样子，对对对。谢谢谢谢，麻烦了。站哪里？
你们等一下要站在那个。我有叫他们拿吗？我叫他们拿。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真的不知道。他就是